不可能的。发生什么事？告诉我。走了之后，我似乎也失去了你。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想了我们，想了儿子，想到你离开我的那天，然后我就……叔叔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艾瑞，你回答他吧。你在吓他？我可以救你的，你救过我，可以救你的。可是我不要这么做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你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对一切啊？你惭不惭愧啊？你让我一个人面对一切！叔叔，你在跟谁？你安静啊！住嘴！都是你的错 ，Eric。你自杀的时候有没有为我着想？你有资格生我的气吗？你有资格受他的气吗？你以为整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在受苦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后悔没有跟你说我爱你。见到我们的儿子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去透透气啊。